家好，我来自中国。你好。这个呢，从上一二三四五，这叫beef brisket， 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么蘸着以后，然后你想和哪个一起吃的话，一起吃就行，就像这样。然后这么蘸了以后。Thank you.